刚是有人在叫我们吗？有人叫你千万不要回头。阿姨还问我一个问题，他就讲说，师傅，你刚刚有没有看到那个？刚刚有一个阿伯。我说，然后我看到了，怎么了？他说，哦，那你有看到什么？靶心是多少？50分。哦，怎么样？你可以中靶心是不是？我中过，我很强。你很强，你这中了我喝一杯，没中就算了。我好紧张，你好紧张。